有打过棒球？没有，这辈子第一次握棒球棒。有来以前打架的时候，哎，没有，开玩笑。因为马来西亚比较没有这么热衷棒球这件事情。生平第一次打棒球的栋梁，连球棒怎么拿都搞不清楚，更别说要打到球了。贸然的挥棒实在是危险重重啊！观众朋友们的老铁铁啊，老铁铁啊！啊！打到！你要说什么力量？打到一下！哇塞，这一棒 K 的还真扎实，栋梁现在肯定晕头转向。血，没啦，没事啦。所以你刚做的反应都对的。这是什么血啊？血，血，不要故意挥到后面那个。好，找教练教你挥棒。没关系的。你刚怎么挥的？我刚刚是这样。哎。然后就这样来，右手再绕到后面，应该会肿一个包了，这里面。公司应该都有保险了啊。好，栋梁打棒球第一个要件是顾好自己的安全。看他用力的大棒一挥，就算不 K 到头，恐怕也会闪到腰，真是令人替他捏把冷汗。就带着你的老骨头，上你。这么欠扁，好啊，你自己找上门，就让我好好的教训你。好细的。所谓熟能生巧 ，pose 不优没关系，可以修正。挥棒落空 N 次，也总有一次得到。八国联军，击倒位。赵维清，我没有好。OK， 好，五四三二。今天胡三宝跟宋迪来到这个棒球场，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宋迪他遭遇了人生非常大的挫折，那他心情不好之后呢，就会跑来这里打棒球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会打。这一段就是演说怎么样子去安慰他，然后让他重新振作。比较少看宋迪落魄的一面，因为他其实在人前就是要假装很坚强，那刚刚有拍是真的是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他才会有一些比较真实的情感面。而且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天下楼没了，然后他所有对他爸爸的承诺都没了，所以我觉得刚刚应该要演的比较有情绪一点，所以失去天香楼固然是一大打击，但连节目主持棒都丢了，对吴迪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。